没有了。这个局势呢，要搞几杆啊？要搞几杆？那个火老师，你应该是一个初学台球不久的爱好者。他叔说什么？你还是不看，两局没有看，曹都赢了。你认为是你影响了他，是吗？你看不看他都会赢的，放心吧。看看这一杆位叫的够不够细？可以，非常好。我们看这一杆啊，这一杆是先把这颗干了吗？留了一个小反角，轻轻的给它中杆推进啊，推进就可以。哎呦，怎么还有蚊子啊？那么大一只，我点了蚊香的嘞。这个角度是直接走还是一库走啊？就是看不出来这些关键的地方。哎呦喂！两库没有问题。这个球呢，就是慢慢的左右，这边打了之后呢，这边也有啊，这边至少这颗有，但是上面一颗、中间一颗不知道。直上。哦，下那么多，领先34分。这几颗好像都没了。哎，有没有中袋啊？
没有也没关系，没有了呢，这一杆可以，走这儿，下，哦，或者直接往这里来也行，啊，往这里来也行。感觉不保险呢，看不清楚角度。哦哟，没顶好啊！哎，这个球顶或者是不顶，因为现在是领先42分，把下面两颗打了的话，都已经超分，其实可以先去吃它，不顶。反正都歪了。不过还好这个红球打死了。看看米尔基斯这一杆吧。现在这三颗球帮对手踢了。角度有点大，角度有点大啊！本来这颗球呢，如果走到这些地方来，一过上就很舒服。现在呢，角度有点大的话。得加一个右塞，塞过去，得塞过去。还不能发力，这种呢，哦，直接叫中袋了。是没打完呢，我看曹一鹏翻盘呢。好，他是想踢，不过这一杆球呢留的还可以啊，直接踢得到，刚好踢得到。没得打，41比56。这杆做怎么做？请问怎么做？母球贴库只能下推杆。2分，2分怎么做？你的意思是这样吗？天哪，他只能是发点力。哦吼，没打进。有球，曹一鹏领先14分。这个球进了之后，
两库，先来搞个篮球。刚才那个呢，米尔金斯搞得没辙了。哎，这一杆要不要推个小位？21，哎呦，这一杆没推好。好。哇，12:30了，你才来？你是刚吃完宵夜过来的吗？哦，没有力，没有力，打后了。哎呦，这杆打得好！刚才曹一鹏是打篮球的时候啊，打虚了啊，力打虚了。哎，三分反坐。哎呦呦呦呦！要带一点扎杆，本来是直接可以下的，他打虚了，打成滑过去了，就变成吃一库直接过来了，就很可惜。刚才那根，打五叫黄的时候啊，很可惜啊，本来是一杆直接可以拿下的了。双方连续反坐，没问题。没搞上。哦，能打到毛边，这个球呢，吃一库起，看还是直接怎么打，吃一库起稳当一些吧，吃一库起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到这里是没问题的。露出来了，哎呦，好像是夹着的啊，两边是不是夹着的？曹一鹏是过来看看还能不能吃库起来打得到。你看这颗球，从这里过得来，过得好像是过得来。关键是说，母球能不能停在这里，停得住？加了右塞，他还是想停在那里。哎呦，还好还好。漂亮，这一杆打得漂亮，真够薄。
这个好像刚好能打吧？这一杆刚好又能打的话，就很容易打金哦。打金之后，两库再回来哦。哦，当然打不到就没得说啊。有下的话，很容易进的球。还好。看这一杆，哦，力量，力量，米尔吉斯这一杆还是可以往回来放啊，从这里回来之后还是这样放，哦，进了，那把自己放着了，哦，还好。19分，曹一鹏打一颗盐分，黄球对曹一鹏来说没有用。看看曹一鹏这杆怎么打啊？要母球这样，绿球这样呢？还是就打薄边，母球从这里回来？还是说放在这里啊？母球过来。哎呦，都不是这种方式来做一杆，真的是可以哟、哦。这一杆打得好，这一杆打得真好。哎，万万没想到他会用这一招。哦，这一杆呢是可以用三分踢一下黑球，把三分放在黑球的位置，然后母球呢回去。但是得加左塞啊，得肯定得加左塞，这样跑回去。但是呢，把黑球会不会踢活，然后又没做上，那就亏了。诶。曹一鹏这一杆就是纯粹的防守，还好啊，运气不错，这一杆还好，有可能他就是这么想的啊，因为动黑球对他不划算，所以说这杆有可能是这样打的。米尔吉斯解球真厉害哦。米尔金斯解球真的厉害啊，总是轻轻的推过去，刚好碰到啊，好多杆哦，他都不想的是吧？这个就是对线路的熟悉嘛，好像做到了，起来就做到。看看，看看。这就是经验啊，脑袋里全是线呐，眼睛看过去。眼睛看过去全是线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，你们能不能自己打球的时候在球台上看到线啊？如果你能看到在球台上看到线的话，那就证明你有一定的水准了。好，6分又打死，现在球形对曹一鹏越来越有利，但是这杆可以翻，米尔金斯说不定一下就给他翻死啊，翻死之后呢，这样来叫到位，真是翻死了。好了，六七看六怎么 K？
没搞好。哎呦，还有中袋啊！我看着都过了。咦，不好搞，不好搞！你别光亮一下停在袋口哦。哦，黑球没贴库，不好搞。草原朋友中袋啊，母球停在这里，白球缓缓的掉进中袋。轻轻的小地杆，轻轻一点就行了啊，缓缓的落入。这杆进球率 99.99%。哎呀，就差这 0.1% 没进呐，可惜呀。这杆也不好搞。他别搞个翻中袋啊。哦，真来翻中袋，喵金是真敢打哟，天哪。准一下，好，防守，刚才老米都不好好瞄一下黑球，那已经瞄很好了，那种球就是那样打，他要打就只能这样打，跟瞄不瞄没关系，反正趴下就是那个位。这个球曹一鹏呢，这样稳当一些吧，轻轻，你看这个女的裁判，裁判在想什么呢？就轻轻打一下啊，带着右塞往这边跑一点点，只能这样啊，简单一点，简单一点防守。关键是他贴库了啊，可能是因为贴库了，贴库之后他怕二次撞击，差这个，差这个。哎呦！不好打，这一杆不好打。直接防。哎呦，这个母球的位置，刚才米尔吉斯翻了袋，那曹玉鹏还敢不敢两边分？现在，哟，要翻呐！曹玉鹏这一杆要翻呐！他是想翻，翻不进的话。翻不进的话就起来到安全位置，翻进了就更好。翻进了，哎呦，好球！